呢排拍嘢成日對住 Brian 同埋 Phil 真係對到厭啦，所以我決定今日賣甩佢哋嚟個自肥套餐，揾咗個韓仔嚟同我 station 啊！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揾得韓仔嚟啊，梗係韓式主題嘅 station 啦。我聽講又有韓食嘢啦，又有得體驗韓服添，開唔開心啊？開心開心，開唔開心？好開心，開心開心，好啦，行啦！位于北角的 High Essential 最近联同韩国观光公社和两大韩国品牌，为一众思韩的香港韩迷带来了韩风主题 Staycation， 内容丰富，住客有得又食又玩又拎。唔讲咁多 ，check in 先。咁头先咧就睇完间 Standard Room， 不如而家睇下间酒店最受欢迎的海景房咯，佢得噶？嗯，睇啫。酒店连手信都帮大家谂埋，送出韩国护肤品牌后同埋食品品牌不倒翁礼物包，认真有诚意啊！嫌喺房冇嘢做，住客仲可以借三款韩国传统游戏翻房玩，喺韩国综艺咧就睇得多啦。终于可以试下玩啦！另外，观光公社今次仲提供咗360度 VR 实景体验，俾大家指下瘾先。既然冇得去韩国，为系香港着韩服扮去咗啦，我扮行啦，我哋影相啦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好唔好啊？行啦，行啦。终于来到今次 package 另外一个重头戏，30分钟韩服体验，房内咧设置了韩屋和传统残屋两个场景给住客影相，大家不要见韩仔 Henry 咁嘅样啦，其实他内心啊不知玩得几开心啊！大家都估到一定不少得韩国美食噶啦，自助五晚餐都加入了韩风主题，好吸引啊！